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 NEO 磁力兽，也叫 NEO 磁力兽。NEO 磁力兽的话，它主要是在磁力兽的一个基础上做一个生物体。然后我们这边首领的话，它就是在射频发热的。它射频发热的话，主要是促进我们的脂肪加快的一个溶解脂肪，然后再通过磁力兽的话去做一个就是减脂做增肌，两个功能结合起来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下面的话，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 NEO 的一个手柄安装以及我们界面的一个详细讲解。我们收到货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是有配四把手柄，也就是两对手柄，还有两套绑带。绑带的话有一套大的，一套小的。大的绑带的话是配这个大手柄，小的绑带是配这个小手柄的。我们小手柄这里的话，绑带是从这里穿过去的，然后大手柄的话直接就是这样子绑的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NEO 磁力兽的一个手柄安装。我们收到货之后呢，首先要先安装配件架。配件架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两个螺丝，把它固定上。然后上面的话，这里也有螺丝，这里也有，这两边都有螺丝，把它固定上。我们配件架装好之后，我们把手柄挂上去。上面这两侧的话是挂小手柄。好，我们手柄挂上去之后，我们来开始安装手柄。然后我们手柄安装的话，这上面这两个是插小手柄，这两个是插大手柄。我们根据你刚刚放上去的手柄把它插上去。我们小手柄的话是这个朝上面然后插上去，它有顶针的啊，这里有顶针插上去，摇一摇，然后它嵌进去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拉下来锁上去，上下都要锁。啊，这样卡住它就是已经上锁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另外一边也插上去，两个小手柄的那个管都是朝上的啊。插的时候我们摇一摇，然后完全嵌进去之后，再把锁拉上去。这个小手柄安装好了，我们大手柄的话，这个管是朝下。摇一摇，让它嵌进去之后，再把这个拉下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安装方法。如果说仪器有跑动的话，你装的时候把轮子锁上就好了，卡上去之后，我们再把电源线插上去。这个电源线插上去，插到这里，然后打开这个开关，现在就是已经开机的状态，把仪器传过来。这里有个开关，我们界面的话打开之后，我们这个是双语界面。如果说是我们国内操作的话，可以直接选中文；如果说看得懂英文的，也可以直接选英文。我们先点开中文的看一下啊。点开之后，这里有两个模式，一个是自动模式，一个是手动模式。自动模式的话，我们点进去，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有三个需要选的一个选项，四个。我们第一个的话是性别，男的女的，
如果说是男的就选男的，如果女的就选女的。然后这里的话是年龄阶段，我们顾客的话他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，然后这个的话是身高。选好之后，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是部位，选好之后，然后我们进入之后就是这一个界面。这个界面的话它有一个是 A， 有个是 B。 A 的话就是小手柄， B 的话就是大手柄。下面这里的话是 IF 的话，它是我们射频的一个能量。 IFA 就是代表它 A 手柄的一个 IF 能量， IFB 就是代表这 B 组的一个 IF 能量。然后这里是时间，选好之后，我们这里全部默认调好之后，然后就点这里的话是开始。它这里的话是跳动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我们手柄这里的话是开始响，它这个是有输出的了已经。那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操作的时候，我只想要用一组手柄去操作，我们先给它暂停，暂停之后把你不想要的给去掉，这个变成灰色之后就是已经去掉的了。这个白色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选了这一组工作的手柄。如果说你要用 A 就选 A， 如果说要用 B 就选 B， 然后点开始，这里选开始。那现在的话就是只有B 组手柄的话是在工作的状态的。那如果说我这个已经做好了，我想要用 A， 那就给它暂停掉，然后再选 A， 把 B 去掉。然后现在的话是 A 手柄的话在工作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做完之后给它暂停，暂停就返回来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手动的模式，点进去手动模式的话，直接进去的话就是这个界面一样的。一样的一个选择 A、B， 一样的选择。然后这里的话是调的一个 IF 的一个能量，然后这里的话它是调的它一个频率，它有三个阶段的一个频率输出。正常来说我们默认模式的话，这个是已经调好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去调了，直接开始就可以了。然后它这个最高的时间的话，我们最高时间是30分钟，最低的话这个时间是可以调，根据你需要操作的一个时间的话去调的。我们最低的话是这个是0.01，最高的话是30哈。然后点开始操作，操作之后这里的话它是时间倒计时，就是剩余的一个时间倒计时，暂停。然后这里的话是调的一个它的一个那个磁力受的能量，两边都是调的磁力受的能量。那我们做完之后返回来，我们再进入到英文的一个界面，一样的，有一个的话是自动模式，一个是手动模式。进入进去的话，所有界面都是一样的，也是性别一个选择，年龄阶段，然后这里是身高，这个是操作的部位。选好之后点进去，然后这里界面的话也是一样的 ，A B， 这里界面是一样，然后这里的话是 I F 能量，然后这个是时间，全部选好之后。然后点这个开始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已经在工作的一个状态。我们操作完之后再返回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手动的模式。手动模式的话，这里有 A、B 一样的，我们选好需要工作的一个手柄组合之后，然后调好能量调好之后，这个是 IF 能量调好之后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。它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频率，这里的话三个阶段的输出频率，这个时间，然后这个是能量，全部调好之后这里开始，现在的话是在输出的状态，然后做完之后我们给返回来，这个就是整个界面的一个介绍。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NEO磁力受的一个操作哈。首先操作之前，我们要小手柄的话先给客户这边的话穿好绑带，这个穿的是小绑带啊，小绑带的话这样子穿进去，从这边穿也可以，从这边穿也可以。我们穿进去之后，这边先固定好，固定好之后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就我们如果说是坐在手部的话，就给它固定在手部这里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这样穿进去，穿进去之后，然后用这个绑带固定好，再固定好这一个位置。然后大手柄的话，我们如果说要做的话，也是这样子固定放在一个位置。然后用这个绑带把它固定好，我们调过来。
把多余的部分的话给它折起来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来固定上去，这样就已经固定好了。固定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操作。如果说你想要 A 就选 A， 如果说想 B 就 AB， 两个选择。如果说客户想要四个同时输出，我们就要把四个全部都装上去，可以同时做不同的部位。比如说我这个小手柄，我想给它固定在腿上也可以，用雷达装装吧，给它固定在腿上。简单讲解。